主内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今天我们庆祝耶稣普世君王节，在这台弥撒中将有十二位小朋友出领圣体，让我们怀着感恩的心情来参与今天的感恩圣祭。应父弟子及圣神之名，阿们。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圣宠、深深的恩赐与你们同在，也与你的心灵同在。各位弟兄姐妹们，现在我们大家认罪，虔诚的举行圣祭。我向全能的天主和各位教友，承认我思言行为上的过失，我罪，我的重罪，为此恳请终身同贞圣母玛利亚、天使圣人和你们各位教友为我祈求上主，我们的天主。愿全能的天主垂怜我们，赦免我们的罪，使我们得到永生。阿们。
天主在天所光荣，慈爱的人才是巧平凡，主天主天上的君王，全能的天主善福，我们为了你请大家祈祷。全能永生的天主，你愿意借着你的爱子忠贞一切，使天上地下无不封他为王，为万王子王。求你使我们所有之怒意中被解救的人类，都能听从奉你为尊威的主宰，永远同声赞扬你。以上所求是靠你的圣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和你及圣神是唯一天主，永生永望。阿们。攻读撒母耳记下。那时候，以色列众支派聚集到赫贝隆来见大卫，说：看哪，我们都是你的骨肉，从前连撒乌尔当我们的君王的时候，也是你率领我们以色列出入战场。上主对你说过，你要牧养我的子民以色列，做以色列的领袖。于是以色列所有的长老都到赫贝隆来见大卫王。大卫就在赫贝隆当着上主的面和他们立了盟约，他们便给大卫富有，立他为以色列王。天主的圣言。
身边，我真高兴，因为有人对我说，我们要进入上主你身边。我真高兴，因为有人对我说，我们要进入上主你身边。我真高兴，因为有人对我说，我们要进入上主的圣殿。我真高兴，因为有人对我说，我们要进入上主的圣殿。耶路撒冷，我们的脚已经进入你的门下。因为有人对我说，我们要进入上主的圣殿。我真高兴，因为有人对我说，我们要进入上主的圣殿。耶路撒冷的确是一座京城，有雄伟建筑，整齐的市容。上主的鸽子牌都涌向城中，安以色列管理承受上主的。我真高兴，因为有人对我说，我们要进入上主的圣殿。我真高兴，因为有人对我说，我们要进入上主的圣殿。这里设有审判的宝座，就是大卫宗室的宝座。这里设有审判的宝座，就是大卫宗室的宝座。我真高兴，因为有人对我说，我们要进入上主的圣殿。我真高兴，因为有人对我说，我们要进入上主的圣殿。攻读圣保禄宗徒致哥罗僧人书。弟兄们，感谢天父使我们有资格在光明中分享圣徒的福分，他救我们脱离了黑暗的权势，使我们徒子到他爱子的国土，在他爱子内我们得到了救赎，获得了罪赦。他是看不见的天主的肖像，是超越万物的长子，因为上天下地的一切，无论有形与无形，上座者或宰制者，衰凌者或掌权者，都是接着他而创造的，一切都接着他并为了他而受造，他在万有之先就已存在，万有都赖他而各得其所。他是教会的头，也就是他身体的头，他是原始，是首先从死者中复活的，使他在万有之中高居首位。因为天主乐意使整个圆满住在他内，并借着他在十字架倾流的血
建立人间和天上的一切，都与天主重归于好。天主的圣言。感谢天主。与你们同在，与你的心灵同在。恭读圣路加福音。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民众的领袖们耻笑耶稣说，他救了别人，如果他是天主所拣选的墨西亚，就救他自己吧。兵士也戏弄他，前来把醋递给他说，如果你是犹太人的王，救救你自己吧。在耶稣头的上方有一块牌子，用希腊、拉丁和希伯来文字写着，这是犹太人的王。跟耶稣同钉十字架的罪犯中，有一个侮辱耶稣说，你不是墨西亚吗？救救你自己和我们吧。另一个就应声责斥他说，你既然受同样的刑罚，连天主你也不怕吗？我们是罪有应得的，因为我们所受的正是我们罪行该得的报应。但是这个人从来没有做过什么不对的事。随后又说，耶稣，当你来到你的国王时，你的王国时，求你纪念我。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天你就要和我一起在乐园里。主基督的福音。基督，我们赞美你。
如果我们讲到一位王，我们的印象有什么样的印象？就是一位国王是有权力的，身边很多人的，所以他什么东西都不用做，就是他有什么东西他就叫你帮我做，你去这边，你去那边，我想吃这个，我想做那个，每个人就赶快去做，因为有些是怕国王，所以我们世界上还是有这个国王的，这不是很多国家还有王啊。一位王他的任其实是很大的，因为他要保护他的人民，他要照顾他的国家，不能让别的国家来的打战。但是我们世界上的国王其实是人，普通人，他还是很软弱的。每一个国王有缺点，有优点。有些王是很好的，能够保护他的人民，照顾好。有些王可能比较坏，什么都不能做了，就是说他就是全部不管。或有一位王有权力把他的人民合在一起，不然就是分散。而有些王如果我们好的话就比较长久一点，如果坏的话可能被人毒死或者杀死，换另外一个王。人就是这样，为什么他们做王有时候没有自己的责任？因为得到权力了，得到地位了，不再想其他东西，要享受自己的人生而已，别人辛苦他不管，我自己幸福就好。世界上的国王会常常令我们失望的。你看今天我们听到耶稣基督普世君王，耶稣有怎么样跟其他的国王有什么分别？一，他没有自己的国家，在这个世界上没有自己的国家，没有兵，没有很多人在他身边，只是有一般人每次跟他在一起，但是那些人也是很穷的，没有权力的，所以最后也是被钉在十字架上。好，一块牌子也是说这是犹太人的王，但是我们必须知道犹太人也不承认他是他们的王，因为福音也是说他们也是去投诉说他不是我们的王。但是那比拉多讲，我写了已经写了，我不会再改，但是到现在他们还不承认耶稣是他们的王。我们呢，耶稣看起来是没有权力，没有地位，没有钱，什么都没有，但是他赢了所有的国王。为什么？因为他现在是整个宇宙的一个君王，其他的国王来来去去已经死了，有些人会记得，有些人不记得，但是我们已经超过2000年了，耶稣的名字每个人都知道。讲到耶稣，至少一个不是教友他也是懂这个名有存在，这个耶稣的名字。他是一个不同的国王，因为他有权力宽恕每一个人。一个国王，世界上的国王是他也是有权力，如果一个做错的人来到他跟前，他可以说 OK 好，我现在给你机会，你去，没有就是让你斩头，没有得讲了。所以要看他的心情的，耶稣不是这样，他做君王是因为他是仁慈的，他是你我们的犯罪多次也好，我们只要我们去到他面前说宽恕我，他也会宽恕我们的，每一个人他都宽恕。你看他被钉在十字架上，连那些兵那些犹太人他还是说主原谅他们，如果那些很坏的人他能够原谅我们，
我相信没有坏人啊，这里啊，我们都不是好的，只是我们可能偶尔会跌倒了，犯罪。他也会关注我们的，所以他跟其他国王不一样，他的心，他人是非常的伟大。问题是我们敢不敢接受他的关注？有些人说：“哎呀，我不配，我不值得，我犯罪了，我是一个大罪人，我不敢跟他说要求关注。”不是这样子，我们全部是不配的，只是天主给我们这个恩宠，这我们要不要接受？当一个国王能够把他的全国合在一起的时候，这变到很强的。我们教会有没有这样子？道理来讲，耶稣可以，因为他是一个君王，他能够把所有教会合在一起。但是我们知道，事实是其实不一样。我们每个人每一次讲，我是属于这个主，我是属于这个主，我不喜欢你，我不来，我去其他的，那是合而为一吗？不是。所以我们要想想一下，耶稣有权利，但是我们也能够选择要不要，我们能够选择要不要走这条路，各是我们的选择。走的话就好，不走的话，到最后我们到了他的面前之后，审判的时候是无可救药了的。所以要自己好好想想一下，我们虽然说我们相信基督是君王，相信是在脑海里而已，我们的心真正有没有接受，那是最大的问题。今天也是我们有几位小朋友初领身体第一次，你们也经过了几年的药理班，可能不太明白你要领的到底是什么东西，是耶稣，但是也是很难接受，为什么耶稣会变成一块面饼，他是人来的，动物变成一块面饼，他这种是奥秘。但是能够领圣体是一个是很好的事，我们也为你们祈祷，我们也希望你会在你们每个人的灵修当中慢慢的成长，能够把耶稣真的留在你的心里，每天陪你走。 If you think about a king, a worldly king, you will think about someone sitting in a palace with many, many people around him or to serve him. No, whatever you want to just point a finger or snap the finger and they'll get it. Right, so you think of that as a king. But kings come and go. We don't have many kings left, but you know, our image of the king is someone up there that we cannot approach, right? Now, they have a lot of power, so they can either unite the people and become a strong nation, or they can divide the people and make it worse. A king is supposed to protect his people and look after the welfare of his people. But a bad king will not do that. They only seek after their own pleasure. And why? I mean, they are king. They are supposed to look after that, their responsibility. But because of the power that they have, the lust for power, the lust for pleasure, to please themselves, sometimes they don't care about other people. Throughout history, you can see this. There are many kings who are really notorious, who don't care about their people, which is why some don't last. Some kings last longer, some kings don't. They get either killed, poisoned, or something or the other. So all these worldly kings will not last. And if we put too much hope on these worldly kings, we will always be disappointed. When you talk about Jesus Christ, today we celebrate Christ the King. What kind of king is he? He doesn't have a kingdom, he doesn't have an army, he doesn't have anything. He only have a ragtag band of followers who are poor with no authority. And even then, he was put to death on a cross. What kind of king is that? So, but his is not of this world. His kingdom has lasted over 2,000 years. You say the name Jesus, I think most people will know, at least they have heard on this name. But you ask them to name any of the kings of the past, they may not be able to. So that's the power of
Christ as a king. Because people remember, not because of his power, his authority, but his compassion and love. And this is what we are celebrating today. His ability to be compassionate, his ability to forgive. The other question is, are we willing to accept that? He forgave even his persecutors, the thief who was hanging on the cross with him. Are we willing to accept that forgiveness? Because many times we say, no, I'm not worthy to be forgiven. Yeah, sure, none of us are worthy. It is God who makes us worthy. But the question is, are we willing to accept him as our king, to put our hopes in him instead of those in the world? Because if we do, then we need to walk as his people, united as one. And unfortunately, that doesn't happen either. There are so many factions in the church. We have to acknowledge that. We have to be honest with that. But if we truly believe that Christ is a king who can unite all of us, then we should have him in our hearts. We have this theme of unity in our hearts to be always united and not be divided, because division is the work of the devil, not of God. So we pray for, also we have young people who are receiving communion for the first time. We pray that this experience will help them to be closer to Christ, maybe not able to understand it, but at least to know that what they are receiving is Christ, and this will strengthen them in their journey.我信唯一的天主，天地万物，无论有形无形，都是他所创造的。我信唯一的主耶稣基督，天主的独生子，他在万事之前由圣父所生，他是出自天主的天主，出自光明的光明，出自圣天主的圣天主，他是圣父所生。 而被圣父所造，以圣父同心同体，万物是借着他而造成的。他为了我们人类，并为了我们得救，从天降下。他因圣神由童贞玛利亚取得肉躯而成为人。他在坦切比拉多之证时，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受难而被埋葬。他正如圣经所载。 地上若复活了，他升了天，坐在圣父的右边。他还要光荣地降来审判生者死者。他的神国万事无疆。我信圣神，他是主及福音生命者，由圣父圣子所供发。他和圣父圣子同受亲宠，同享光荣。他承接先知们发言。 我信唯一至圣之公，从中途传下来的教会。我承认圣界的圣喜只有一个。我期待死人的复活及来世的生命。阿门。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聚在一起垂念我们蒙主救赎的奥迹。现在我们祈求天父使整个世界都收到救恩泉水的关系。 请为教宗、主教和所有牧灵人员祈祷，求主帮助他们在世妥善履行基督的职务，把和好的恩赐带给普世。我们同声祈祷：求主不听我们。请为世界和平及我们的国家祈祷，求主使各国领袖能排除成见。 共同努力，维持世界的和谐秩序，使人民能有安定的生活。我们同声祈祷：求主不听我们。请为今天初领圣体的孩子们祈祷，求主帮助他们
体会圣体圣事当中所隐藏的爱，时常居住在他们心中，使他们以你作为榜样，把爱与身边的人分享。我们同声祈祷，求主护听我们，请为我们的堂区团体祈祷，愿个人都珍惜身为天主子民的身份，忠诚地跟随君王基督。我们同声祈祷，求主护听我们。现在我们诵念为世界主教代表会议祈祷文。天主圣神，我们因你的名相聚你台前，你是我们唯一一导师，请寓居我们心中，指引我们该走之路，教导我们如何践行。我们生性软弱，容易犯罪，不要让我们制造纷乱，不要让我们因无知而误入歧途，因偏执而犯错。愿我们在你内合而为一，持守真理，实践正义，同道皆行，迈向永生。天主圣神，我们向你呈奉以上的祈求，你时时处处运行不息，你与圣父及圣子共荣相通，于无穷世之事。阿们。仁慈的天主父，求你俯听你子民的祈祷，赏赐我们所需要的恩惠。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阿们。手里饼酒祭，是你成圣的标记。主耶稣是新生命，主耶稣是新生命，这是我能力所及，如今献上为国祭。祖亲送下这戒律，祖亲送下这纪律，祭坛上的饼酒祭，是你成圣的标记。主耶稣是新生命，主耶稣是新生命，我把饼酒献于你，祭我纯洁的爱心，容我在你的爱里，容我在你的爱里，祭坛上的饼酒祭。全身的标记，主耶稣是新生命，主耶稣是新生命，你身量坚强我心，深深进入我生命，主点燃炽热的火，炽热的火，祭坛上的饼酒祭，是你成圣的标记。主耶稣是新生命，主耶稣是新生命，这是我能力所及，如今献上为活祭，祖亲收下这祭礼，祖亲收下这祭礼，祭坛上的饼酒祭，
深深地标记。主耶稣是新生命，主耶稣是新生命。我把病就全与你，寄我尊洁的爱情，容我在你的爱里。是你深深的标记，主耶稣是新生命，主耶稣是新生命。各位教友，请你们祈祷往全能的天主圣父收纳我和你们共同奉献的圣祭。望上主从你的手中收纳这圣祭，为赞美并光荣他的圣名，也为我们和他整个圣教会的益处。上主，我们为全人类献上修好子祭，恳求你使你的圣子将和平与团结展示天下万民。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Amen。 愿主与你们同在，与你的心灵同在。请举心向上，我们全心归向上主。请大家感谢主，我们的天主，这是理所当然的。主圣父全能永生的天主，我们时时处处感谢你，实在是理所当然的。病人只能得救，你给你的独圣子我主基督付了喜悦之油，立他为永恒的司祭，不世的圣王。他在十字架上自作牺牲，成为无玷已修好的祭品，以完成救赎人类的奥迹。他使一切受造物归于他的权下之后，就将永久而普遍的神国、真理与生命的神国、圣德与恩宠的神国、正义、仁爱与和平的神国呈现于你自尊座前。因此我们随同天使、众灵天使以及天上诸圣歌颂你的光荣，不停地欢呼。圣圣圣，上主万有的主，你的光荣充满天地，万物之神降尊于求，奉主名而来的当受赞美，万物之神降尊于求。上主，你实在是神圣的，你是一切圣德的根源，因此我们恳求你派遣圣神圣化这些礼品，使成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体圣血。他甘愿舍身受难时拿起面饼感谢了，分开交给他的门徒说，你们大家拿去吃，这就是我的身体，将为你们而牺牲。
晚餐后，他同样拿起杯来，又感谢了，交给他的门徒说：“你们大家拿去喝，这一杯就是我的血，新而永久的盟约之血，将为你们和众人清流，以赦免罪恶。你们要这样做来纪念我。”信德的奥迹，基督，我们传报你的恩赐，我们歌颂你的复活，我们期待你光荣的来临。上主因此我们纪念基督的圣死与复活，向你奉献生命之粮、救恩之杯，感谢你使我们得在你台前侍奉你。我们恳求你使我们分享基督的圣体圣血，并与圣神合而为一。上主求你垂念普世的教会，使你的子民协同我们的教宗方济各、我们的主教廖主教以所有主教以及圣职人员都在爱的中热聚完善。求你垂怜怀着复活的希望和安息的兄弟姐妹们，并求你垂怜我们的祖先和所有去世的人，想见他们，使他们想见你圣容的光辉。求你垂怜我们众人，使我们对天主之母童真荣夫玛利亚、她的金胚圣若瑟、诸圣宗徒以及你所喜爱的历代圣圣女共享荣升，并使我们借着你的圣子耶稣基督赞美你、显扬你。全能的天主圣父，一切尊敬和荣耀，借着基督协同基督在基督内，并联合神圣都归于你，直到永远。阿门。我们既遵从救主的训示，又承受他的教导，才敢说。在人间如同在天上，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但求我们上主，求你从一切灾祸中拯救我们，恩赐我们的时代得享平安，更求你大发慈悲保佑我们脱免罪恶，并在一切困扰中获得安全，使我们虔诚期待永生的幸福和救主耶稣的来临。天下万国普世权威，一切荣耀永归于你。主耶稣基督，你曾对宗徒们说：“我将平安留给你们，将我的平安赏给你们。求你不要看我们的罪过，但看你教会的信德，并按照你的圣意，使教会安定团结，
你是天主永生永望。愿主的平安常与你们同在，与你的心灵同在。请大家互助平安。主羔羊，求你垂怜我们。主也是罪的天主羔羊，求你垂怜我们。主也是罪的天主羔羊，求你赐给我们平安。请看天主的羔羊，请看除免赎罪者，蒙召来赴圣宴的人是有福的。主，我当不起，你到我心里来，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灵魂就会痊愈。神领圣体经，我主耶稣，我真心全信你在圣体圣事内，我爱你超过一切，我渴望领你到我心中，既然我现在不能实领你，请赏我神领圣体的恩典，愿我完全与你结合，像你实在到了我的心中一样，不让我与你分离。阿们。
深深翩然降临，如心歌平安将在你心。为了我的罪
生有无悔，显明你极大恩惠。我深深体会你爱的宝贵，献上自己永追随。我伤心或天泪，我生灵或思念，愿刚强壮胆，永远不后悔。哦，你爱永不变，从今直到永远，深深浇灌我心田。或天旋或地转，听沧海里唱片，都不能叫我与你爱隔绝。或天旋或地转，听沧海里唱片，都不能叫我与你爱隔绝。请大家祈祷。上主，我们已领受了长生不死之根，求你使我们以服从宇宙之王基督的命令为荣，日后在天国也能与他共度永生。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阿门。请坐下，这里有几项报告。首先，让我们欢迎今天与我们共聚的叶宝胜神父。我们也要欢迎汤燕芬修女。我们也要欢迎第一次到来本堂的教友及朋友，请你们站起来，让我们在天主的爱内欢迎你们。欢迎。弥撒后，请各 BEC 的组长在礼堂楼下集合，本堂神父 Father Xavier 要接见。在今天中午一点半，华文教务促进会将在礼堂楼上召开会议，请各事工小组派代表出席。接下来是有关2023年教会刊物报告，那公教张礼单每张是20级50 cent， 礼仪阅历每份10级，每日圣言每本12级。教友们可向出口处亲善小组成员购买。本堂将于12月3日至4日进行跳蚤市场大平卖促销活动，请将状况良好且仍可使用的旧物品带到教堂回收中心。那时间是周二和周五早上8:30到10:30，那收集时间将在12月2日停止。12月3日的江陵期大型活动，多样化的家庭日，那此活动的固本销量反应热烈，请有兴趣。请有兴趣摆设摊位的团体，请抓紧时间到教堂办事处预定摊位，先到先得。同时也欢迎教友们慷慨赞助幸运礼物抽奖，有关详情可致电到办事处。接下来请大家观赏有关此家庭日的视频。Salam bahagia dan selamat sejahtera
kepada saudara dan saudari. Greetings of peace to you, my dear friends. I am Father Xavier Andrew, the parish priest and pastor of Visitation Church Seramban. After a grueling pandemic of COVID-19 for more than 2 years, we see the emergence of normality. To manifest this sense of hope, we wish to celebrate the beginning of Advent with a carnival themed A Family Adventure in Diversity of Culture. Together with Fathers Kenneth Gopal and Philip Tay, I welcome families to come and forge family bonds and people from all faiths, all religions, and walks of life to come and enjoy this day with fellowship, fun and laughter as we build bridges of friendship in the spirit of sisterhood and brotherhood. Marilah kita bina satu bangsa melintasi segala batasan. Jemputlah datang beramai-ramai dan ceriakan sesama.报告完毕，谢谢。要拍那个 certificate 吗？图灵的。现在神父将分发初领圣体证书给今天初领圣体的孩子们。
星期里。愿主与你们同在，与你的心灵同在。愿全能的天主、圣父、圣子、圣神降服你们。感谢弥撒礼成，感谢天主。Thank you.